亡时间大概是凌晨。我们头来了。头，这是谭长官。金沙嘴专案组，谭富荣。总部陆玄心，我来接手这个案子。明白，在下面。大哥。我已经叫兄弟拿了附近的监控录像片段，要看了录像才知道法拉利是怎么撞的。车里找到什么？长官，驾驶座发现两包毒品。死者呢？不在车里面。在隧道里面。格洛克十七是凶器吗？不是，枪是死者的，用光了所有子弹，但是没有伤到人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，尸体没有被人移动过的迹象。我相信这里是第一凶案现场。他全身受了很多重伤，你看他左手，很多地方都有淤血。胸骨和肋骨也都骨折了，下巴脱臼，头部粉碎性骨折，应该是受过重击。伤这么重是因为车祸吗？不是，根据见证，他身上的伤很有可能是被徒手打出来的。你看他咽喉这个部位，表面看起来呢是没伤口，但其实他的颈骨还有气管已经全部都断了。